再给好球，大迪难得啊，在内线三秒区之内，让他冲击的人多，个个速度又快。阿德迪距离太远，还是侧影球，好球，可惜了。篮下一 v 三，再拿到，再起造成犯规，还是给杨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拉空，转身漂亮，这个转身让大家依稀见到了。打一下人，阿拉迪，只要拿球啊，一定是双人包。东西外线要大胆出手，好球，终于拿到了。否则越打越难受。两分钟差距，阿拉迪落地位，拉开空间，赖俊豪过不过来？不过来，又被转身了。好球，手感也来了，对着飙起来了。卡特迪杀进去，好球啊！难得啊，看到。周建华给哈拉迪，没包夹直接打，有包夹转进去了，好球。攻击就是靠杨少侠，哈拉迪位置还不错，撤一步后仰，好球，真的是逼得没办法。同期这一段士气正盛，所以哈德迪啊状态也是有所提升。这种球其实难度挺大的，他在场上的话这套阵容太可怕了，个个有三分，而且内外相对均衡。一个犯规，哈德迪三个火枪手，像程帅鹏上赛季也有过不错的发挥，但是在好球啊，还是打约瑟夫杨，作为一个稍微好一点，一场就扔进二十分，这太可怕了。再给内线，还是约瑟夫杨啊，打得很精巧。刘维维现在压力比较大，今天这场球对于浙江队来说真的是有点输不起，你这场球输了，这士气影响太大了。现在的位置是很理想，之前是两连败，连续输给了新疆和山西，上一场输的就是让人感觉特别遗憾，因为你